晚风，趁你一阵风中云自由，哎呀咿呀咿哟，哎呀咿呀咿哟，新的芬芳带满口，哎呀咿呀咿呀咿哎呀咿呀咿呀咿哟，除了前奏和间奏部分，还有其他三组动作。首先我们来分解前奏部分，准备，大拇指点地，膝盖内空，右手托于额下，头随胯倒同一方向，左手轻轻地扶于胯旁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很简单，头随胯轻轻地摆动，脚轻轻地抬起。好，反面给大家演示一遍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第一组动作，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一组动作，详细分解。右腿收，同时踏出右手于腋下，翻掌往后打开。不要上半身，不要往左边拧过来，稍稍的往左四十五度方向，头抬起，左手置于胯旁。二的时候翻腕，头往左倒，跟胯同一方向，脚内空，两个膝盖都是弯曲的。三四，右手微微往下垂落。五六七八的时候，头抬起，手置于嘴旁，注意肘部抬起。五六的时候，头往左倒，右手听，像听音的时候一样，听音乐的时候一样。五六七八，二的时候呢，右脚抬起，四个方向扭，好，反方向，三二三四是同样的动作。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我们来联系再做一遍。五
六七八收，打开，三四放下，五捂嘴，六听，七八两下转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点，坐反方向右走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转圈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背面也是一遍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第二组动作，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详细分解一下第二组动作。首先，头的手是同方向，跳点步，一、二，身体朝着正左方，手轻轻放下，一、二，来一遍，一、二，三四的时候转身，手轻轻放下来，身体往右四十五度角，手放到左四十五度角，连起来，来一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手轻轻往后甩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步。二的时候，手跟脚同时甩出，二二翻腕，三四，采茶叶入篓的意思。二二三四，跨跟头倒同一方向，摇摆步，五六七八，手势摆向前四十五度角，连起来，来一遍，二二三四，注意翻腕，踩了以后翻腕入篓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右脚往旁跨出，左脚脚尖点起来，脚尖勾起来，三二，左手轻轻的往左肩上靠，自然下垂，三四的时候右脚点弯脚尖后踢腿，右手轻轻的靠于右肩，自然下垂，连起来，来一遍，三二三四，踩茶叶入篓，又是一个这样的小跳的动作，点翻腕跳入篓，好，连起来，看一遍，三二三四五跳入篓，然后头跟胯是同一个方向，四二三四，注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脚都是大拇指点地内空，膝盖内空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我们连起来，来一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
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反面也是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间奏部分，间奏和前奏一样，动作，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转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转身。好，第三组动作，预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我们来分解一下第三组动作。身体往左侧，双手打开，一二，右脚踏出，往前走，三四的时候，双手于胸前，拎腕起来，两次，三四，五六七八的时候，右手右脚同时往左边点出来，一二，倒右腰，四五六七，三下反方向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要转身过来了，五六七八，双晃手探头出去看，很简单的动作啊，我们反面来演示一遍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好，分解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在什么？
靠关风，沉迷人风中云自由，哎呀咿呀咿哟，哎呀咿呀咿哟，送得芬芳在门口，哎哎呀咿呀咿哎呀咿呀咿呀咿哟，下坡林下摘佛豆。